我们家小女儿现在要做一个 tartar sauce 啊，因为他们要带鱼排三明治去上课。她现在在切的是酸黄瓜哦，她从很小就对食物有很大的热情哦。有一年她在台湾去了做菜夏令营。他还是一个有认证过的小厨师哦，看切东西多棒啊，太厉害了啊！这个 tartar sauce 呢，就是很适合吃鱼排哦。它主要的材料就是caper， 就是一种酸豆，然后还有美乃滋、酸黄瓜，就非常简单这么几种而已。配起来就非常好吃。现在把美乃滋放进去，鱼排是我们晚餐剩下来的鱼排。小朋友从小开始学做菜非常好，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保证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哦。所以从小的时候他们如果有兴趣要来厨房搅和的话，我很少拒绝他们哦。虽然有的时候一开头的时候他还再小一点要求帮忙，其实他们捣乱的机会比真正做菜的机会要大哦。所以那时候他们做完菜我还要收拾哦。可是后来尤其是现在哈，他们大了，他们说进来说要帮忙的时候，你就真的是很高兴哦，因为他们真的是会帮忙了，现在都自己会做了。那可是没有前面那一段练习呢，就是搅和的日子呢，就不会有现在后面的技能。好，他现在真要搅拌了，所以小朋友如果对做菜有兴趣，绝对要鼓励他们哦。Tartar sauce。哦，他要加一点这个酸黄瓜的汁在里面哦，因为这个 tartar sauce 通常有一点点酸味在里面。他本来跟我要一个柠檬，可是那个你家柠檬在后院，我要去摘太麻烦了。他加一点酸黄瓜汁哦，这样子很聪明，因为它本身就有酸性哦。这样子应该是可以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加盐呢？还要加盐吗？哦，还要加盐。盐，这是海盐，然后胡椒，搅拌好。然后这就是 tartar sauce， 小朋友做菜重要的技能，重要的生存技能。OK， 我们今天晚上爸爸不在家，我们家小女儿自己做汉堡，她自己点的。你看她做的汉堡多么的专业啊！这个洋葱是她自己切的，她刚刚自己切了洋葱，她现在正在她已经调味过了。今天晚上调味有美国鱼露 Worcestershire sauce， 然后还有一点小红莓的果汁，因为要点湿度在里面，然后盐，还有我的这个万能调味料粉，还有一点点 oregano， 就是这个香料从后院来的，然后他就把它一直抓一直抓，抓成几个汉堡，就把洋葱抓进来一点。做得真好。他刚切洋葱的时候是带着挖镜的，因为妈妈刀子太钝了，所以如果不带挖镜的话会掉眼泪。好聪明哦，刚刚就自己跑去拿挖镜哦。这里面他还打了一个蛋啊，蛋就可以让肉全部固定跟凝结，不会散成一团啊。好，
今天晚上全部都是我小女儿做的，这个是洛梨，你看我们洛梨比台湾小很多，是她切的，然后番茄是她在后院采回来以后切的。 OK， 好，我们现在要去煎肉咯。牛油啊，不是奶油，牛油，奶油也可以，牛油也可以，都应该会很配啊，就让锅子有一点油，然后热了，这个可能要调高一点，调中火好了。对了 ，OK， 锅热了就可以把刚刚做好的汉堡肉放进去。嗯，真棒！我们今天就娘三人在家，所以就煎三个汉堡。等一下，我们来看看。好，我们差不多要做好了。它每一个汉堡包上面都再加一片 cheese， 这个 cheese 是一片一片的 cheese， 可是它不是那种用塑胶袋包起来的那种啊，这个它们中间都是有纸的，它就是用大块的去切的，所以它没有喷东西，这个不是加工过的。好，我们差不多要起锅了。小朋友学做菜哦，就好像带他们去打猎一样，是重要的生存技能哦。好，我们再来组合汉堡。好，我们的小厨师现在要把汉堡组装好了。这个汉堡的面包很特别哦，因为现在很少面包是天然发酵了，它这个汉堡包的面包是天然发酵的，所以吃起来非常的香哦。我大概只会吃一片，因为两片面包其实淀粉实在太多了，他们两个通常都会吃一半，就剩下的都不会吃。我们家大部分的淀粉都是吃到一半就差不多没有人再碰了。好，这是美乃滋，这个是酸甜的芥末，这芥末很好吃啊。把汉堡放上去，嗯，好香哦。还有生菜在冰箱里面哦，这是洛梨跟番茄。很漂亮哦。OK， 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汉堡，由小大厨做的。Bon appétit!